态，有点像两只狗。那个人傻眼。啊？接下来是我的猫头鹰。走那个奇怪的，所以我要用自创。展翅高飞。你可以猜哪只公的，哪只母的，没关系。这只公的，这只母的。这只公的，这只母的。答错，这只是母的。来数来数啊，接下来。甚至连羊驼都有。我是羊驼，我是羊驼。妈，小兔在哪？小兔在哪？在这，在这，在这。你要找黑点。妈妈，甚至连巨人都有。靠光源太近了。我记得你在用是巨人。好，是大大巨人要这样子，是连巨人都有。Hello， 然后呢？展翅高飞。我都忘了我鹦鹉怎么比的了。要大一点。新产品恐龙啊！再来一次。
星星哎。对，那你可以用大星。哎，好可爱！很好看。你的产品在我的灯这里，不然会大家会看不到你的产品。这是大猩猩，它吐舌头。还没有，你可以高一点吗？这里，你在这里表演。这手酸啊！在这里表演，这里这里。我来一个360度转圈。根本没有录到，大家都不开心。这里甚至连脚都有。你可以用你的手跟脚做出个很有创意的事情，你的自创。百合花哦，上一点，上面点。百合花，郁金香，阿呆，阿呆，阿呆那个蜡笔小新的那个，对，很像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有个鼻涕，它的重点就是鼻涕，对，这里啦，你的手是在这里。那我先想一下还有什么想出。你可以告诉大家新，你有什么新发现？对吼，等一下。不要跑，但是我灯就是没办法固定位置，那我缩短线哦。你的产品只能在这，它有时候也是一只蛇，哎，照蛇，照到别的地方。他好像很幸福的样子。有时候恐龙来临时，不是，这是海浪。你要在这里啦，产品在这里，产品在这里，产品在这里，不然录不到，录不到你的产品。那个人傻眼啊啊啊！抱歉，不灵不灵不灵，抱歉，在这个时候电灯失效。不要做那个，都不好看。哇！有个螃蟹掉下来，啾，掉进了贝壳里，啾，让贝壳吃得很
口气是两半，又说拜拜。